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哥，欢迎回来到我们传说对决。那我们今天呢要带来的是悟空走凯撒路，好不好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前阵子呢为了玩艾米，然后呢我在凯撒路修炼了好一段时间呐、啊。对，就是你看哦，艾里也好，亚琳也罢，青燕也算。对，就是呢，我为了这几只角色，前前后后凯撒路玩了大概300多层有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今天就把凯撒路学到了这个，关于怎么走凯撒路这一条路的这个观念，套用在悟空上面，好吧？可能会有全新的理解。以前呢，我也拍过玩悟空走凯撒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当时的我对于凯撒路是一窍不通的。OK， 那这一把呢，我们队友是纳克罗斯佩雅雅，对面呢应该是苏佩雅雅，又或者是图伦佩雅雅。那就是一个有雅雅的组合啊，来吧。那我们这一把打的是谁啊？感觉像是沃马尔哦。悟空打沃马尔也是贼痛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这个晕会让我怀疑人生，对，真的是怀疑人生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里是真的，真的，你看，哎，而且他带斩杀哦，所以说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能敲得太过瘾啊！来啊！沃马尔，好、哦，他刚刚把那个，哇，他二技能放掉，还是这么 OP 啊！这里我们直接闪现了，这个不要感觉对方好像没什么，我跟你讲，四个人哦，好不好？身上还骑一个雅雅、哦，如果说我被对方的蝴蝶用到，我直接死在那。我跟你讲，所以说闪现不用扣。我们前期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死得太惨。这个血量是不是在给我机会？对，他在给我机会。哎，这个是意外的收获呢。我们这里直接有野怪，那就赶快吃了。经济在我们眼里是一切啊！如果没有这个古龙的话，就是直接果断回家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魔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呢，我们用技能快速的，操，怎么是大只的？对，凯撒的小兵，这个就有点难搞了。啊，先闪，这里直接果断的回家，再来吸一个经验。我们现在已经全队经济最高了。我刚刚说，首先要知道对方的打野有没有在蹲我。如果有的话，等一下沃马尔出来不能锤他。然后他们现在中路兵线洗完了，要走上来了，所以说我们赶快把这个炮车打掉，然后绝对要拉掉。现在有三个人加上雅雅，四个人又上来 gank 我了，又或者是他们在拿凯撒。没有，那就是在蹲我。绝对很多人。我就说嘛，很多人嘛，是不是 ？Magic。技能是没有了。啊！哇，他那个晕眩的趴数是怎么样啊？晕到我都怀疑人生我直接站在原地不能动被晕几下啦。好了，我们这个魔防鞋出来之后，增加这个韧性是绝对有帮助的啦。我们打沃马尔这一把还算不难打，可是被他晕到，再搭配上这个 gank， 我们这边开大，赶快把他野怪收掉。好了，这个仇恨值已经拉出来了，先闪人了。哦，来了，苏醒了。猎杀时刻，这里有办法吗？好的。喂，啊，怎么按到瞬移啦？我要吃恢复嘞，手指太肥了。
可以，可是被书收掉了。这个纳克罗斯过来收，这样子可以。沃马尔现在是哦，直接反甲。哦，那这样子我可能敲不动他，除非我出天虫雨。但出天虫雨也是会敲得很吃力啊，所以说我们直接不敲他嘛。可是他很皮耶、欸，他很欠敲哎、欸，还是敲敲看。有人在蹲我也是可以秒杀的、啊。哎呀，完美！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原来沃马尔出反甲我还是敲得动的哦。但是他如果再塞个物反，我可能就完全没机会了，因为我出的是破阵。1700，要存到2000块卖掉才可以刚好买这个复活甲。他的蓝又要升了，好心动。我操！我觉得他会开视野走上来。我被什么东西磨到、啊？被书点到一下是不是？这里我是没有大的。没有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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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大招，再敲下去我也要死掉了。这小兵有吃药，吃的还是那种很不得了的药，他会想要来守。对方现在打野唯一的选择就是来抢这个凯撒，但是他没有来抢，他一定要来抢，因为他如果不来抢的话也是输，好不好？光这个兵线就让他们爆炸了，好像唯一的机会就是我要进去换呢、欸。可是我又很怕失误。好了，玩悟空没什么好怕的。来吧，就一波吧。好，我马上死了。干，这里面全部都演。结果这个塔先被我锤爆了。我这个二技能上去了，那个书不管是往哪里跳，我都贴得到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也算是成功的把书击杀了。虽然说他有复活甲，但是呢还是要让他起来，我们就是要跟他换啊，到时候他没有复活甲之后就好办事了，成功击杀书，完美。 OK 啦各位，那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演示的悟空走凯撒路，可以吧？还不错吧。好啊各位，那今天的影片呢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，期待我的下一部影片啊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 Check it up.